怎么样，还顺利吗？怎么说呢，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收获就是理解了风控中心驳回项目的原因。换成别人的立场去看同一个项目，结果真的完全不一样。原来我是找不到项目的问题，现在我是找不到通过的希望。我来吧。但我看你还挺享受的，越是困难的项目越有挑战的价值，这一点你和吴总还挺像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怎么样了？那个新项目定了吗？我问你啊，嗯，如果让你在感兴趣的项目还有能升职的项目里面选一个的话，你会选哪个？你这个问题不是想问我吧？其实想问吴总。如果是站在吴总的立场，也许促成一个好的项目远比升职来的更有意义。至少在我看来，比起当一个合格的职员，吴总更想当一个优秀的投资人。可是林经理说的也没错啊，这次升职的机会对于吴总来说确实挺重要的。不用纠结，只要是遵从自己的内心，勇敢一点也挺好的。好了，我先回家了，明天见。哎，千亿，要不要去喝一杯？你们是都商量好了吗？怎么今天都想约我喝一杯？还有谁啊？今天谁约都不行，我回家还得加班呢。撤了。妈，别老惦记着这些啊，挺好的。爸爸回来了，爸爸回来了。爸，哎，我挺好的，吃鸡也挺好的。我先去了啊。知道知道。这是什么？这么有精神啊！不烧了，早就不烧了。妈妈给我喝一种很苦很苦的药，喝完就好了。爸爸，什么叫升职呀？为什么妈妈老是说你升不了职？真笨，升职就是变得比别人大，然后去管那些小的。哎，这要升职不是就变成爷爷了吗？你傻呀，爸爸还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变成爷爷呢？别老喝咖啡，对身体不好。这么快就完成任务了，告诉我你怎么做到的？因为我是完全没有风控经验的，所以仅仅是以可燃冰一个项目的资料，我是很难发现其中的问题的。我就找来其他被驳回的案子对比之下，才逐渐发现了其中的规律，理解到了风控中心的思路和标准。不是我刻意不告诉你所谓的标准，只是对于我们风投来说，这个标准只来自于个人经验，并不是可以被简单量化的。对，这也正是我所感受到的。那你现在怎么看我的驳回意见？我完全认同您的判断。说实话，如果只是以目前的状况，可燃冰这个项目确实还不够成熟。目前不够成熟，不代表未来没有希望。